你是不是觉得市面上的抓宝游戏都是英文跨龙门呢？或是好不容易抓到怪物，但是却不能和朋友交换或 PK， 觉得很可惜呢？现在架杠本土的抓宝手游《我的英雄梦》Go 推出啦！一次呢解决以上所有问题，让你享受最到底的台湾本土 AL 抓宝乐趣。赶快来看看我们的报道吧。由智乐堂推出的《我的英雄梦 Go》，将各种知名英雄神怪放入游戏中，再结合手机相机的 AR 实境功能，要带玩家走出家门，玩到最架杠本土、属于台湾人的抓宝 AR 手游。在《我的英雄梦 Go》中，玩家创立好自己的分身后，就要出门上街，在以真实街道转化的游戏地图中，搜集四散在世界各处的英雄魂。玩家抓到英雄，可以和朋友交换，或是互相战斗 PK， 也可以用来占领各地的天空擂台，或是打入排名战，挑战成为丁杠五秒星啊 A 杠五出秒的擂台霸主。我的英雄梦 Go 目前已经在 Google Play 商店上架，近期也将在 Apple Store 推出。有兴趣的玩家别忘了赶紧下载，抢占先机，实现你的英雄梦哦！